如果在这附近真的能找到那只猫吗？啊，刘总说卓远养那只猫养了十几年，一只老猫，它肯定很恋家，不会走远的吧？恋家为什么还要偷跑啊？哎，你说，它是不是发情了？公的母的？我刚才就应该在买猫罐头的时候抱一只异性过来引诱引诱它。我哪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？ 而再说了，猫的一岁就相当于人的15岁，一只十几年的老猫，不就是百岁老人，还会发情？啊啊啊！来，给我点罐头。猫是绝对抗拒不了这个罐头的吸引，咱俩分头行动，如果找到的话就打电话回合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来吧。 你去那儿，我去那儿。好。先生，这儿找到了。啊，你看，是不是这只？我看看，这品种对，颜色也差不多，但是它的那只好像比这个胖哎。啊？不是，我好不容易找到的。 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他呢其实就缺个伴儿，而且他丢了我们陪他一只不就完了吗？再说，你不试试看，你怎么知道不行呢？走，试试看。你们俩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喂，你好，那个听说您家昨天丢了只猫。 这也不是老孙。哎，不是你，再找找吧。走吧，先把它放掉。喵喵，好好好。哎，小张，你确定就是这只吗？应该是吧，挺胖的。你叫他。哎，老孙，老孙，老孙。他也不理你啊。啊，不管了，先开始试试吧。 干嘛呀？啊，周先生，您看看这只是不是？你把它转过来，我看看。哎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啊，这叫什么特征？不对，那个老孙后脖子有个黑点儿，这个没有，这不是老孙。黑点儿。哎呀，好麻烦呀，还不是你。 你别泄气啊！哎，要不，咱在他后背点黑点。哎呀，你快别胡说八道了，继续找吧。哎，不，天快黑了，咱明天再找吧。不行，必须今天找着。走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手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怎么就没事了？你手都这样了，走，先打疫苗去。哎，不打，我。 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不是吧？这不是刚才那只吗？你看他脖子后面。哎，你那儿还有猫罐头吗？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！快快快，去拿！哎，就剩一个了，就剩一个，给他，打开。嗨，来，孙子。 老孙，老孙，老孙，啊，老孙，老孙，这儿有猫罐头，老孙，靠近点。哎，你说他为什么不过来？你看他这脾气，是不是跟那个卓源一模一样？那肯定就是他。卓源那么喜欢他，肯定天天好吃好喝的供着呗，他能稀罕你这猫罐头？不好使，等会儿。你干嘛？看我啊！抓呀！ 他会不会跑了？喵！喵！喵！我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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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哎！啊！
猫呢？我是给你找回来了，看清楚了，来，来，小胡子，这下子怎么回事了？哈哈，还真是老孙，那行了，老孙你进来吧。哎，我来，快！行了，没你们什么事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 我不但花了几个小时，今天不光找猫，你连个介绍都不出来。哦，还有，你看，你看清楚啊，我女朋友，这都是被猫挠的，就是为了把你找来。哎呀，真是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谢谢你们俩，谢谢你们俩。可是这猫是你们自愿给我找的，我并没有要求你们帮助我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我也没说。 找着猫之后，我会答应你们什么事儿，是吧？谢谢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我操！啊，你干嘛？来来来，你下来！你别管我，跟你说，我今天必须得给他说清楚了。你开门，不开门，我进去了，我翻进去了。你站稳了。 明白了，你根本就是在故意耍我们，对不对？你的猫根本不会丢，你养了它十几年，它要是丢的话，你能这么安稳在家坐着吗？我看你啊，根本就是不想改善技巧。行，谢总，下来吧你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觉得这个情况，我必须得跟我妈说一声。你呢？ 不想合作，大不了就不合作嘛。我们深思根本就不缺你这单生意，我觉得你呢根本不是不想改，你呢就是江郎才尽了，改不出来。哦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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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看那个即将法可以吧？ 你是侯月珍的儿子，是又怎么样？别生我的气，我就是这么个倔老头儿。坐这儿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你也坐。你知道？ 你妈妈为什么不亲自来找我吗？因为我妈很忙。因为你妈知道，就算她亲自来了，她拿我也没辙。我们俩这么多年就是这个关系。不过你们俩人这个执着的劲儿，倒是让我很钦佩。那我就不兜圈子了，你回去跟你妈说。 我不缺钱，设计也不是为了钱，我更不在乎那个深思集团是不是要继续和我合作，不用拿他来说事儿。那聊什么？他走吧。周先生，我看得出来您有很多的设计灵感，是来自于您夫人，这些都是您对他的爱。 其实您让我想到了我父亲。我父亲是个手艺人，他是个木匠。我很小的时候，他就经常给我和我妈妈做一些物件，这些东西也都是源自于他对我们的爱，所以我特别理解您。